萧正楠、林夏薇、刘佩月等人呢日就为新剧《十二传说》宣传。呢次剧集以都市传说做题材，阿满打扮就系迎合翻新娘潭嘅鬼新娘传说啊。Aaron 又话呢次嘅拍摄过程每一个主题都好印象深刻啊。我觉得我哋系咪可以有一个关于介绍呢个传说景点嘅一个节目？我哋谂下，下次宣传系咪应该要带大家一齐去拍过《十二传说》嘅一啲香港猛鬼嘅地方？嘅地方去参观下，用另外一种态度去参观下。咁因为譬如新娘潭咧，即系大家去去先去食啊，但系其实佢有一个潭底都要爬。大石爬差唔多十分鐘先入到去裏邊最高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瀑布位嘅，咁呢個地方係其實好少人去嘅。咁我哋每次去都好，因為大家孭住曬啲器材啊，孭住曬啲嘢，咁放飯又喺裏邊啊，拎住即係一百幾盒飯入去啊。咁我覺得嗰個過程係幾辛苦，但係都幾好玩，因為你唔係有啲係唔係路嚟嘅啫，你啲石係你要上住落去咁樣，即係你有一個唔同嘅體驗。林夏薇前排默默慶祝生日，蛋糕都食咗唔少喎、啊，十二個啦，佢俾佢講中曬啦，佢話十二傳說要食十二個，真係有十二個。因為太多蛋糕食唔曬，擺雪櫃，所以要十二傳說啦。係啊，俾佢講中咗、啊，真係中咗喎！佢連埋工人送嗰個係十二個啊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、啊，越食越瘦咁樣。係咯，呢個先至係呢個先係恐怖嘅傳說。唔係啊，十二個蛋糕都可以咁瘦。你知道我覺得我今年會好 sweet 啊，因為好甜啊嘛，所有嘅蛋糕都。